夜晚时分，一部灰色车辆就停在路旁，不是没发动，而是车灯坏掉哦。引来远警注意，上前关心，顺道盘查，没想到车上连带驾驶四人，其中就有两个遭到通缉。带你看一段现场情形。你够案件，你知道？什么？哇！系啊。什么案件？这你爱去问一下哦。你都麻烦先下车一下好不好？这个通缉了。好，那是可以听到呢，一开始坐在副驾驶座的男子下车身份曝光后还一度装傻哦。这事发就在15号晚上9点多，当时四个人开车行经高雄鸟松区，不过因为行迹实在太诡异，车灯还坏掉，是被远警意外发现呢。车上副驾驶座的许姓男子以及后座乘客的王姓男子呢，是违反毒品还有洗钱防治法的通缉犯。结果后续呢，警方又在车上加码查到毒品安非他命2包，眼看是藏不住了，两人只能乖乖坦诚，被移送法办。